Schnell raus.这边应该也会是在拍翅膀，是什么东西在拍翅膀？有有看到看到，啊，幼鸟飞来这里了，幼鸟离巢了哦，哇，飞那么远嘞，厉害，哇，厉害厉害，怎么飞过去的？没有想到会飞到那边去，你看，我们来看一下飞多远哦。现在幼鸟的位置，我们再来找昨天。昨天还在这里，这样至少飞了七八十，快一百米了，从这里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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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来这里。好厉害啊！哇啊，现在应该不要按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公鸟带食物给它了。巢穴在拍翅膀。叫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一下雏鸟还在不在？雏鸟还在啊，雏鸟还在，在吃的，拍它吃好。我们用加倍镜。公鸟一直在叫，公鸟一直在叫，雀鸟在这，一直在偷看。母鸟在这，飞。没有追到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啊！先拍巢穴的，它两只跑出来了。巢穴位置吗？你刚才看那个到解说牌上面就跟你讲了。对对对。现在里面两只雏鸟，就看母鸟飞过去，后来不见了。算，公鸟哎、欸。啊，公鸟也在，公鸟在左上角。太混乱了，你看，你看左边草地有的翅膀在拍，对对对，
那是幼鸟，有没有在拍了？哎、欸，母鸟，母鸟飞回来这里啊。现在太混乱了。幼鸟肚子饿啦，母鸟、母鸟、公鸟都在。来，在哪？在这。哇，漂亮！果然呐、啊，
正是，哇！那去咬公，去咬青鸟，带出来，带出来。